完了，我们100多就完了，干脆有了一个，心疼死我了。温水，不行，我今天好像做饭完了，没有快乐了，碗坏了。要不然稍微偏软的面条儿醒一下，能醒多长时间醒多长时间，能醒一天最好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那饼也老成功了。嗯。
哎，我牙疼，我可不想吃了。回家点滴。那你吃，现在点滴回家。点滴明天趁早拔掉。先把这瓶上的，它能拔。消消炎，消两天。你要说牙疼，他给你拔；到那我就说不疼。没有炎症能拔坏的。不，我没有炎症，我是牙根疼。我牙疼。你不自己敷自己？我没有，我这是不是炎症疼？他分不明白，他说我这发炎了，我这就是神经疼。这挺好吃。挺好吃吗？嗯，吃吧。